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看课本69页，那么第三卷，那前面就是讲佛的十号那现在开始讲佛。一时佛在王舍城那解释到佛那么又讲佛的种种名号，那么住王舍城。好，那我们看这个大智度的一开始的解释非常非常的详细当然这个龙树那不是龙树，这个龙树的解释是非常的详细，但是这个鸠摩罗什的翻译一开始也翻得详细，但是后来就听说有省略那就没有那么详细了。那我们从他一时单单一时佛就说了2卷那当然前面还有讲为什么要讲这个大智度论那佛住王舍城你看住王舍城这个住他也要解释那到底是什么住那又讲了很多那新的名词跟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他说住王舍城今当说为什么不直说般若而说住王舍城的理由这个是上面标题了标题是我们给他的标题然后他底下有这样问那就是说为他这里说住王舍城，其实就是说佛法就讲般若就直接讲那我们知道佛在哪里，这个是后来结集的时候，结集的时候才加上去的意思是说，那你在传送这个经典的时候，就直接讲这个般若那佛在哪里？在哪里？为谁讲什么那这个都是后来结集的时候，为了让别人相信真的有这一件事，有人，有讲的人，有听的人有时间，有地点，有内容让别人相信。当然这个在以前这样别人会相信，现在即使这样也不一定是真的那你前面给他讲一时佛在哪里哪里讲那么这个当然也可以安上去但是当时这样讲是为了就是让别人相信所以他说为什么不直说般若然后要说佛住王舍城说方时人，方就是地方，时就是时间有时间有地点那么有讲的人有听的人令人深信故，明确这事情确实是有这么一件事好，那这个是第一个问答然后再解释什么叫做住。好，那我们在这个住在，其实在住在佛法里面，佛经里面很常用比如说四念住十住，现法乐住，现法苦住那么不放逸住住于不放逸不放逸住，所以这个住其实还蛮常用的那这里从这个龙树从两个地方讲而已其实如果要讲那住可多了但是基本上他其他的同样的意义讲
一个就是所谓的四威仪的住，行住坐卧的住，这个是我们常用的行住坐卧，但是它的意思其实是一样差不多，是就是说行住威仪，我们叫做四威仪，所以四种身仪坐卧行住，我们习惯讲行住坐卧，那么有一种住，行住坐卧的住，那坐着、躺着、走着以及站着，住就是不动，站在那里伫立，这个是身体上的住，然后另外禅定中的住，其实就是身住心住，这里用三个，不是用两个，三个解释这个住，那一个是身，那么一个是所谓的心，那一个是所谓的后面有三柱或四柱，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身体的不动，身体的站立，这个是叫身，这个身仪四位仪里面的柱。那么禅定中的柱，又与不磨君众，自令弟子欢喜入种种诸禅定故，在世中住，住其实就是安住，心安住在那个境界中，它就叫做住，所以现法乐住、现法苦住，也都是心在那个境界里面，不放逸住，就是你的身心都安住在不放逸这样的一个状况中，那么现法乐住、现法苦住，也类似像这样，就是你依着禅定，然后心，那么在安住在这个法乐中，法喜中，那也叫做现法乐住。那么这里一样欢喜入种种诸禅定故，是在世中住，那我们看一个就是身，一个就是心了，心安住于禅定当中，或是身伫立于站立于处在一种站立的状态，不动的状态，身不动跟心不动，基本上都是所谓的住。好，第三个那么有三种住，那这三种住它里面有所谓的那么这个两种说法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四种住那三种住跟四种住差别就差在那么有一个佛住那这两种其实是类似，但是我们再来看那主要就这三种而已那如果依照它的标题来讲，就有四种那其实就是天住、梵住、圣住加一个佛住而已。好，那其实如前说好，那我们再往前看就是说先讲三种住那我们讲四念住它也是住。四念住又叫做四念处其实就是你安住在身受心法那么有时候说你的念在这个样的一个身受心法中建立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安立在这个地方。好，那个又叫四念住。好，那现在看他说有三种住，天、梵、圣。好，那这里底下那么有大乘法门经引大乘法门经有三种住。那我们说第一说三种住又有两种说，我们要先知道大智度论是号称佛教的百科全书，当然这个是在初期大乘那个阶段后期大乘的很多概念当然他没有放进去因为龙树是比较就是结集初期大乘的人，然后他会把当时听到的那么很多的这一种资料都放进来讨论所以它算是一种包容性很大的东西所以会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各式各样的讨论。好，我们来看，他说六种御天住法视为天住，那这样一般来讲那么天住六种御天之住法，那么就是说你
你修行这种法以后，你可以升天，啊，就是你的心、你的身心基本上修行天的善法，那么你未来可以升天，这个叫天助，啊。那么从因上来讲，就是你身心安住在十善或是禅定中，啊，因为天有欲界天，有色无色界天。那如果要受色界天，还必须要离欲清净，要有定。那如果是欲界天，那十善就可以了啊。你的身心就是安住在十善，修十善法。你安住在修十善法这样的状态中，你未来就可以依你的十善业升天啊。通常是这样啊，所以这里叫做天助，就是六种欲天助法。那这种是六欲天啊，它这里的天。单单是指六欲天，因为它有天助、梵助，它分三个层次。那很明显的，这个就是我们向上的，啊，那么我们上面是天，天在上面是色界天，啊，就是那以梵为主，啊，那在上面，啊，就是圣者出三界，啊，就欲界、色界、无色界，然后出三界，啊，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啊，大概是这三种助大概是这样。好，那当然呢，佛助就是佛又超越一切的圣贤啊。如果这样看，它大概就是你的身心处在一种什么状态，经常安立安住在什么状态啊，那你未来就会得这样的果报。这样看来是这样啊。好，所以他说六种欲天啊，六欲天的助法啊，你修六欲天的法，你未来会修升六欲天。你的身心安住啊，身啊心都安住在啊六欲天的修行法里面啊，梵天等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啊，这个就是色无色界天嘛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得出来啊，这个欲界、色无色界啊，那欲界是下界，色无色界是上界，然后出三界啊就圣住啊，就看起来就是这样好。啊，所以梵助是以梵出，梵是基本上是指出禅天啊，那么以它为代表啊，代表色无色界啊，所以你修禅定，这个叫做梵助；你欲清净，这个叫梵助；你修善法啊，那么这个叫做天助啊。那么诸佛、辟支佛、阿罗汉啊，这个叫圣助啊，把三圣的圣贤啊都放在所谓的圣助里面。于是三助法中助圣助法，啊，那当然你看我们说那助王舍城就助王舍城了，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佛已经成佛了，那么他的心也已经解脱，他的解脱状态是佛的状态，啊，所以他叫做圣助法，啊，那临悯众生故助王舍城，啊，他这个助只是因为啊王舍城有可度的众生。然后他去王舍城度众生啊，那么他真正的助啊，就是说他在世间上所谓的助啊，他住在王舍城，实际上他是住在圣法中啊，就是他的身心都达到完全清净。好，所以他说住王舍城啊，怜悯众生故。那我们会想啊，那住就是那佛住在王舍城啊，那还有这么多解释啊。那其实大智度人他其实就是这样，有很多解释啊。好，他这是要告诉大家了啊，告诉大家这个，因为可能当时也有很多人有这样问的比较详细的，啊，那住那不是无我吗？那还要住在一个地方吗？啊，那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了，要不然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就是啊佛住王舍城，我们基本上不会想到这些问题来问了。啊，就佛在王舍城啊，佛住在王舍城啊，那就这样而已啊，哈哈，还有些什么其他的问题吗？没有啊，啊，好，第二说，啊，布施、持戒、善心三事，故名天助，啊，他只讲他的因呢，啊，他讲他的处，前面第一说，其实第一说、第二说是从果上讲，从因上讲而已，啊，所以他并不是第一说、第二说，而是从果上讲，啊，他现在是在。啊，那么什么处啊？住于六欲天啊，叫做天住啊。那住于色无色界啊，色无色界的
色无色界的状态啊，那叫做泛住啊。那么圣者的状态叫做圣住，就住于什么样的境界？那为什么他能够住于这样的境界？所以这两个看起来基本上是从果上说，从因上说。如果我们这样看呢、啊，啊，他啊比较不像是，比较不像是说哦两种说法啊，当然也是两种说法，不过啊不过他是第一个啊解释啊所谓的住，就是你的身心安住在什么境界啊，基本上是这样嘛。好、哦，那所以有所谓的欲住、天住、欲住、泛住、圣住啊，色上下界、上界已经出上界啊的状态。那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状态啊？从因上讲啊，所以他说复次啊，其实他就是再进一步解释啊。那么所以从果上说啊，他比如说他现前的状态，他是啊，他现前的状态是欲住啊，是天住、泛住还是圣住？比如说佛是圣住，所以他会讲啊，佛是圣住啊，就是佛现在的状态是出三界的状态啊。那么，但是他在人间啊，那他是在人间住在人间啊，那住啊就六有除了啊，比如说人间住，他如果佛他是在人间住啊，王舍城既不是天住啊，也不是梵住，也不是圣住，他是什么住啊？人间住啊，他基本上是这样的 啊。那么，所以他这里啊，他这里是在说啊，有这三种，然后后面其实很明显啊，是在讲为什么他可以啊，这个所谓的为什么有天住、梵住、圣住这样的差别啊？那当然讲到佛住王舍城啊，他既不是天住，也不是梵住，他是圣住，但是他是住在人间啊，所以圣住。好，那。布施、持戒、善心啊，修十善啊，那么身心都有所谓的十善法，那么所以啊，故名天住啊，叫做施戒升天之法嘛啊，通常是这样。好，那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故名梵住啊，那就是说初禅以上，通常像四无量心是初禅修的。那么他必须啊，他不是善心而已，而不是少量的善心，是要有无量的善心啊。除了他要，因为你要到欲界，要到色界，他有一个门槛，一个啊，就是差别来讲啊。欲界只要十善就好了啊。欲界，他基本上就是十善。十善，那么在五戒的基础下啊，要有十善啊，基本上那就是五戒十善啊。然后一般常说的就是施戒升天之法啊，施戒升天之法啊。但是你虽然有十善啊，但是你不持五戒也不行啊。所以在五戒的基础上有十善啊，不施持戒升天之法啊，施戒升天啊。那么如果是色戒的话。色界的开始啊，那欲界的开始是基本上是从刀立天说的啊。那四王天也是欲界天啊。那但是一般都是从刀立天开始，主要的代表是刀立天啊。那四王天，他其实是在刀立天底下做事的将领啊，就是保护刀立天的啊。所以如果欲界的代表他是讲刀立天，那么色界的代表啊，他有所谓的色无色界这个叫做下界啊，这个叫做上界啊。那基本上这样分啊，那下界包括我们也是在下界啊，那么我们在欲界里面，但是他是欲界天啊，他现在是欲界天，啊，天住吗？啊，色无色界天吗？啊，就是天。他只要是用我们现在讲的是天啊，那么他在我们上面啊。但是如果这样分的界来分的话，而下界上界，所以五下分解，五上分解啊，要讲这个好。
那么是以这个世界的梵天为代表的。那梵天啊，那么梵天，你之所以能够升梵天，它基本上有三个主要的啊。那这里如果有三个，它也可以这么想：布施、持戒、忍辱啊。它基本上是这样。如果以这个来讲啊，布施、持戒、忍辱啊，行善的啊，那布施是行善的代表之一了。啊，然后忍辱，这个所以三福行嘛，嗯，以这个为主。那如果是梵天的话，梵天是以啊以这个为主，梵天色界是以这个为代表，以梵天为代表了啊。那大梵天王啊啊，这倒立天，这个是梵天啊，就以写这里就好了，就梵天啊。那梵天。梵天基本上是第一个离欲清净，离五欲，离欲啊，那这个是持五戒啊，那么这个是离五欲啊，那么离持五戒行十善啊，基本上一般来讲啊，就是行十善，持五戒，以这个为代表的啊。啊，那么这个离欲，离是离五欲啊，一样，我们叫做离欲清净啊，离五欲，离五欲，离欲清净。第二个就是要具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要得初禅，得禅定，要有禅定，要有初禅。至少啊，要四禅八定啊。如果以这个为主，梵住来讲啊，以梵住来讲，要那么要得禅定。那么禅定有所谓的四禅八定啊，那么至少要得初禅啊。你没有初禅，你都升不了梵天啊。那么要得禅定啊，得诸禅定啊，我们可以这么讲。那这样，这个因才有办法升到梵天以上，那变成梵住，啊，梵天以上是梵住，啊，那么欲界里面啊，以五界十善为主的啊，这个是天住，啊，那六欲天最从四王天开始讲啊，然后到他化自在天，到他化自在天啊，那一般来讲就是刀立天、魔天啊，然后梵天，天魔梵，天魔梵。阿含经里面常常说的天魔啊，他化自在天，欲界的第六天啊，天魔梵啊，那么色界里面的最高的啊，摩悉陀罗天啊啊一样啊，那有时候也叫魔啊。好，那基本上这个是所谓的我们说天住跟梵住。那它的因呢？啊，所以从这里来看，一个是从果上说，一个是从因上，它为什么可以得到这样？啊，那它这里只是指出啊，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啊，那你真的要啊，这个心啊，安住在慈悲喜舍中啊啊，你才有办法啊，那么就是你才有办法升梵天啊啊，所以它有这个因啊，当然这个是在禅定中的啊，至少要出禅。啊，然后你要得出禅，你必定要离五欲。你没有离欲，你得不了定；你没有离五欲，去无盖，你得不了定。啊，那你必须要离五欲，先要离欲，你才能够得定。那你得定，这个要有四无量心啊，你才能升梵天啊。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三个地方来讲啊，但是他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那来讲，它叫做梵住。那因为它前面讲，包括色无色界嘛，包括色无色界，梵住是以梵为代表，但是它不只是初禅天啊。那么初禅、二禅啊，乃至于到非想非非想、无色界，都包含在梵住里面。因为它们的特点就是
啊，他们都一定是离欲才能得定，然后你一定要啊，要具有这个四无量心啊，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修法了啊，就是他住于四无量心中啊，以初禅的为主。那么圣住主要是三三昧啊，就是空无相无愿。那这里是无作啊，有时候叫无愿，有时候叫无作。那么就是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那么就是凡夫跟圣者，上面两个都是凡夫，那这个是圣者。那么圣者之所以成为圣者，是因为他修空无相无愿啊，这里是无作啊，就修三三昧啊。那这个是就是他的修法，或是他的心安住在什么境界？那前面因就是他修十善嘛，布施持戒嘛，啊，所以他能够升天啊，做天住。那这个梵住他修禅定啊，有四无量心啊，所以修布施持戒，修四无量心，修三三昧，就形成所谓的啊天住、梵住、圣住。那么圣住法中，佛于众住啊，佛是依三三昧。啊，佛常修空三昧，啊，那么无相无作啊，那空跟无相无作三三昧啊，有时候是等同的，啊，有时候是有不同啊，就是有位次的啊啊，那有些是啊，空就是无相，无相就是无作，不是先修空再修无相再修无作啊，那么也有这样的。那像啊，举个例来讲，其实空三昧就是无我三昧。空三昧就是无我了，空三昧就是无我，就证得无我，证得无我就成为圣者啊，主要是这样啊。那像《般若经》里面特别强调空三昧啊，那《阿含经》里面，像《真谛阿含》里面也有讲到空三昧是第一三昧啊。那么这个《杂阿含》里面讲空三昧是上座禅。啊，上座禅，啊，就是老修行、久修行的人才有的，啊，就空三昧。那像杂含里面还有，就是因为舍利佛在打坐嘛，啊，那佛问他，啊，然后他说舍利佛住在上座禅中，就空三昧里面。然后佛陀有教导大家，其实佛陀在阿含经里面有教导，那怎么样得空三昧呢？他说你要有潜，也有加行，就是。你要空三昧，不是你坐在这边观无因无我，然后就得空三昧，不是的，啊，然后他说你要修空三昧，必须你去托钵的时候啊，那么所谓的空三昧，就是你对一切法，你对一切法的缘起，就是你对一切法都是无常、有为、心因缘生啊，这样的概念非常的清楚。啊，它并不是你坐在这里打坐的时候观你观，那么就能够成就，不是你前面要有加行，啊，你要怎么样得空三昧？就是你出去托钵的时候，那到城市里面看到城市的种种境界，那么你仍然了解一切都是有为的啊，那么无常的心因缘生的啊，那么你都能够了解啊，你走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那么看到种种境界的时候，从托钵回来回到舍卫城的时候，那么这一切境界都不会让你的心，因为它是你在寺院里面相对单纯嘛，你到都市里面，那个五花十色繁华的心，你有没有受它，就是因为这些境界而心扰乱，啊，那你要训练你面对一切境界，你都心不扰乱啊，那么。所以这个叫做你要修空三昧之前，你必须在平常的时候对一切的境界都不执着，不虚妄分别，那么你坐下来的时候，你观这个身心，你那一种不虚妄分别才能真正用得上来啊。所以有一天这个琉璃王屠杀这个释迦族迦毗罗卫国嘛，那么释迦牟尼佛带着阿难，然后去迦毗罗卫国看了看，阿难看得心惊胆跳，佛陀就跟他讲：“阿难，我多修空三昧。”那佛陀走过去，看见这个城墙啊都被破坏了，很多人都死了，整个城空荡荡的，
啊，很多人死了，那个墙都，这个房子都被破坏了。那么他跟阿难讲：“阿难，我多修空三昧。”他心他不动，阿难是看得心惊胆跳，触目惊心啊。那么，所以你看，佛陀说你在面对舍卫城那种方法，五欲方法、五光十色的时候，你心也不动。你在面对啊那种悲荒啊悲凉的景象的时候，你心也不动。那是怎么来的？平常训练来的。所以你对五欲的境界以及世间苦难的境界，你都不会，你都明了，你不会因为五欲而心为欲五欲所动，你也不会因为世间的苦难而感到哇这个世间太苦了啊，那么你也感到悲伤啊，就是你的悲欢离合都是因为境界让你的心有悲有喜。那现在如果你修空三昧的话，你了解这一切都是缘起的，都是无常的，都是无我的，都是你的心因缘生的。那么就是因缘生因缘灭的，所以你不在这个地方执着啊，就是说空三昧就是无我，并不是说哦你坐下来观无我它就证无我，不是的。你平常对境界的那个执着如果很强，你坐下来有定你就执定，没有定你就执境界啊，一样你还是执着。所以他要教你，如果真正要修空三昧，就是你要入空三昧了，或是入圣住，那你必须在，就是前面的加行，就是你必须在这些境界里面，那么要有所对缘起无常无我要有所体会，那么好跟不好的境界，你都要这样观察啊。那这个是我们讲到啊，刚好讲到这个三三昧里面的啊，那空三昧就顺带讲一下，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有。那空三昧在应该是真义阿含里面啊，他讲到是第一三昧啊，是上杂阿含里面讲到上座禅就修行修的好。那他说三三昧是名圣住啊，就是你要有得这个三昧，心住在三三昧里面，那个就是圣住啊。那么圣住法中佛于中住啊，好，那么我们再翻过来。那这里还讲到四种住啊，天住、梵住、圣住，多了一个佛住啊。那他说前面的三住啊，前面已经说过了啊，就是三住前面已经说过了，如前说佛住者啊，那么特别有一个佛住，那应该是当时有这两种说法，那龙树都把它列进来解释。佛住者，首楞严等诸佛无量三昧。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啊，那一切智等种种诸慧，以及八万四千法藏度人们，如是等种种诸佛功德，是佛所住处啊。佛于中住啊，略说住境。好，那这里特别就是有一个佛住，那这里的佛住其实就是啊，佛具有的功德啊，佛具有这种功德，那么这些功德是不共世间、不共其他圣贤的啊。那就是说，我们讲佛都不共法啊，佛不共法里面有时候讲到，像解释里面讲到141个的样子啊。那32相80，我们最常说的就是所谓32相80种好，实力是无所谓啊。那么像这里说的啊，还有一切智啊等等，那么八万四千法藏，八万四千法藏度人们啊，那就是佛有所谓的方便智啊，那方便智可以度种种的众生，那一切其他的阿罗汉没有具有这么多啊，那么也度众生，但没有像佛的方便啊那么智啊。那这样可以，就是般若智跟方便智啊。那么这个依般若起种种的方便，那么这个佛是啊，跟其他的阿罗汉不太一样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啊，这里讲这个首楞严啊，先讲首楞严等诸佛无量三昧，佛有无量三昧
那么首楞严，首楞严有时候啊，那我们可以看这里，大智论里又解释到首楞严啊。我们看，应该在我看一下，拜。大智度论解释首楞严，没有，这里是讲到不共法、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下，124页，这里不是讲首楞严，这里是讲佛的是不共法，佛有什么功德？这里那么这个122、123、124都是这样。好。那我们先看124页啊，佛得否实力是无所谓，是八不共法、三达啊、无碍、三义子啊这些种种啊，然后来自于大慈大悲啊。那么那卷二十六还特别有讲啊，是八不共法。那这个是佛不共事，不共其他的人啊，就不共法里面的。那么大智度论讲到首楞严，也有讲到啊，但是我现在没看到了。那么他是说啊，那能够知道种种三昧的修法，他怎么修，他修了有什么功德啊，他会修这种叫首楞严啊。那么首楞严是永见啊，那因为我们只要讲到首楞严啊，很容易就想到阿难的那个楞严经啊。不过这里只要讲到首楞严啊，比如说首楞严经，它并不是指啊阿难跟摩登伽女那个首楞严经，是指首楞严三昧经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乃至于法灭尽经里面说啊，佛法要灭，从首楞严经以及波州三昧经先灭，讲的首楞严经都不是阿难跟摩登伽女那个首楞严经啊，那个而是首楞严三昧经。那首楞严基本上啊，它是你，所以这里讲啊，说一切的三昧，他了解一切的三昧啊，而且他修具有一切的三昧啊，那其实这个叫做首楞严啊。那所以首楞严等诸佛无量三昧啊，是佛所具有的啊。好，那后面啊，实力是无所谓，是八不共法，一切智啊，种种这一些。后面他还会再讲到啊，我们在这里就先不说啊。然后84000法藏度人们，84000是形容词啊，所以说佛度众生的种种方法啊，其实这是方便智啊。那么这些都是佛所特有的，只有佛才有啊，所以叫做佛住啊。佛具有这些功德，佛具足这些功德啊，就慈悲智慧了啊。好，那。略说啊，大概讲一下住啊，站在一个住啊，那也这么解释。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接下来讲王舍城。好，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如果从经典里面看啊，大概有三大城啊，一个就是舍卫城，一个是王舍城啊，一个就是毗舍离啊广严城啊。那这个王舍城是佛最初住的地方。那成道之后，他在那附近啊，成道啊，就是离这个家，就是佛菩提佛在这成佛的地方啊，那基本上也在王舍城不远的地方啊。那一开始他是在那里附近修行，然后成佛之后就住在那里，然后有了一个精舍啊，迦兰陀长者供养的竹林精舍。那最初就在那里啊，最初就在那里。后来须达多长者啊，那么来王舍城，那么就是无意中听到佛说法，证了出国之后回去啊，就找了一块地啊，起手带子的地，又建了一个奇眼精舍。那大部分时间就都在奇眼精舍了啊。然后这个中间啊，有一个毗舍离啊，那个地方也是，如果两大城，其实上就是王舍城跟舍卫城，那再多加一个比较常见的啊，那么就是毗舍离啊，广严城
如果佛法里面就讲所谓的六大乘，好，那我们看啊，那王舍城是最初的啊，最初佛的第一间精舍。他说：“如舍婆提，舍婆提是舍未成的意思啊，他又说翻作舍婆提啊啊，那音译的问题了啊。那如果是意思的话啊，说叫文物城啊，迦毗罗婆啊，迦毗罗婆就是迦毗罗卫啊。那迦毗罗卫在舍卫城附近啊，波罗奈就是迦斯国的啊，佛度五比丘的啊。那么那这个迦毗罗卫啊是妙德城啊，这是释迦佛的故乡了啊，净饭王的地方啊，他的国家迦毗罗卫。啊，然后这个舍婆提啊，这个是波斯，不是舍婆提是波斯匿王的啊。那么迦毗罗卫其实是归波斯匿王管的啊，其实是这样。那乔萨罗国啊，乔萨罗国的波斯匿王首都是舍卫城啊，然后这个迦毗罗卫是净饭王啊，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归这个波斯匿王管的。波罗奈是迦斯国，那么他说这些城啊，其实很多了啊，很多大城啊，怎么都有国王的这个王舍，其实就是啊首都了啊，都是首都，国王住的地方嘛。王舍就是国王住的地方，王宫啊。为什么单单把这个王舍城叫做王舍城？啊，像舍卫城有时候叫舍卫国，王舍城不叫王舍国，王舍城一直都叫王舍城，啊，但是舍卫城一般都称作舍卫国，啊，所以那他说为什么就这些都是王舍啊？为什么他叫王舍呢？啊，像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有什么好讨论的？它就是一个地名而已啊，啊，所以我们说大智人一开始都啊解释得很详细啊。他把那些传说都拉进来讲，啊，如果像我们一般解释，我不会去解释这种啊，王舍城为什么会叫王舍，啊，那你说长治为什么要叫长治啊？那你要找那个渊源来讲了啊，它就是一个地方而已嘛，那也不重要嘛，啊，不过大智度论他一开始非常的详细，啊，他说这总共有啊，这总共有三种说法。啊，你看他把三种说法都列出来说。有人说是摩羯陀国国王有一个儿子啊，这个很早的传说了啊，一头两面四臂啊，第一次看见有这样的人，一个头两个脸啊，然后四只手臂啊，那印度的神哈，印度的神。啊，有时候很多头，有时候很多眼睛，啊，有时候很多脸，啊，像梵天就四个脸，啊，然后还有很多手臂，啊，那在中国叫做三头六臂，啊，那形容这个就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那这些其实都是印度的神才有这一些的，那后来这一些就变成所谓的菩萨，啊，像我们很明显的啊，千手千眼。啊，这准提菩萨啊，也是很多手啊，有些很多头啊。那其实大乘佛法里面，尤其是佛的菩萨道里面，那么基本上真正的菩萨都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因为啊，因为这些神过去中啊也发菩提心，然后他做这些神啊，他有具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也是菩萨啊。或是即使是鬼道众生的鬼王啊，他也发菩提心啊。那么，所以也是叫他菩萨啊，也有这样子。所以印度神很多都成为菩萨，啊，很多都成为菩萨啊，乃至于啊，乃至于《地藏经》里面啊，这一些地狱的鬼王啊，都是大菩萨啊。这个是后来了，后来的大乘经典就把这个印度神都纳到佛法的护法里面来，啊，就佛教的护法里面来啊。印顺老师就有说过啊，啊，最初是以比丘为中心。后来变成以在家为中心，后来变成以天龙八部轨道为中心，就佛教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就是变化的取向。
好，那一样啊，那么这些菩萨啊，本来是就是人的形象，后来变神的形象啊。好，那么时人以为不想啊，就是这是当时这么说。如果现在，那么他们出生的一个手脚不一样的，他们就会认为他是神的化身啊。那当时的人啊，看到这样跟人不一样，以为不吉祥啊。王继猎奇身手，这个国王啊，就是摩羯陀国的国王啊，就是在讲这个王舍城，这个王舍是怎么来的意思啊。他说这个国王，摩羯陀国的国王啊，就把他这个儿子刚生出来，就是一个头，两张脸，四条手臂啊。那么国王就把他的身手，猎奇身手就把他砍掉了，把他的头砍掉啊，就猎奇身手。弃之旷野，啊，就拿到啊旷野去丢掉。那这个是这个也是印度人的习惯性，就是死掉了就拿到森林，丢在森林里面，啊，以前都是这样的啊。那比较好的就火化化掉了。那通常就是拿到森林，丢到森林旷野，啊，让它慢慢啊变成枯骨这样。他说罗刹女鬼，名离罗，还合其身而如养之。那国王把他的儿子啊头砍掉了啊，那么丢到啊就死掉了嘛啊，然后丢到这个森林里面啊，然后但是被一个罗刹女鬼啊，那么把他怎么样头跟身体又接起来，而且把他养大啊。这个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啊，这个卡通都不会这么做啊，不过他神话就是这样啊。之后啊，这个长大成人了，他有非常的大的力量，能够兼并诸国，力能并兼诸国，就是兼并，啊，就是把统一了，啊，统一当时的各个不同的国家，啊，叫兼并嘛，啊，那么王有天下，取诸国王，那么万八千人自持五三中，以大力士治阎浮提。就是说这个王啊，望有天下，就是他统治这个天下啊，因为他很大的力量嘛啊，然后统治了这个天下，统治了当时的印度了啊，然后把很多的国王啊，因为他能够兼并诸国嘛，意思就是他长大成人之后非常有力量，然后把所有其他在印度的所有的这些国家都打败了。那么把这些国家全部集中，啊，他说取诸国王一万八千人，啊，当然不可能有那么多国家了，啊，那么印度当时就是最多16大国，多了一点20-30个，啊，那基本上国王还有国王的眷属吧，大概是这样，王子啊，国王啊，啊，那征服了哪些国，然后就把这些国王、王子全部抓起来，然后都放到这个五个山，因为王者神在。可能外面环绕的五山嘛，他我们看他的注解，啊，那么所以啊，以大力士治阎浮提，啊，那阎浮提其实不是当时的世界，是当时的印度，啊，一般来讲，阎浮提地，如果你看印度地图就知道啊，阎浮提是在那一块而已，五河流域那一块而已，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啊，他治理这个国家，然后把这些人全部放在那个五大山里面那个地方，那么阎浮提人因此名为王舍城，啊，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神话的传说了，啊，啊，当然不可能，像我们现在看就不可能有这种事，啊，不过就是我们说龙树他包容力很大，他把这一些传说全部纳进来，说有这样的传说，为什么叫王舍城？啊，因为那个国王啊，一头两面四臂的国王。啊，把所有的国家都打败，把这些国王全部集中放在那个地方，关在那里了，啊，其实就是王舍城嘛，啊，所有国王住的地方，啊，阎浮提所有国王住的地方，啊，就是第一说啊，有这么一个传说。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传说，有人说摩羯陀王先所筑城，啊，就是摩羯陀国的国王，啊，那么。之前所住的大城，啊，就是他的首都了，他的首都，那么城中失火，
啊，就是有大火，一烧一座，如是至期，就是他的首都大火了，所住的地方起大火了，然后烧掉之后重新再盖，啊，没多久又烧掉又盖，这样烧掉被烧毁，然后盖，烧毁又盖，烧毁又盖，这样盖了七次，啊，那么。这全国的人啊，都因为这样啊，因为起大火烧掉嘛，又盖起大火又盖啊，非常的疲惫啊。那么王大忧不啊，这国王也非常的忧心啊，害怕啊，因为他怕又烧嘛啊，他不但会烧掉，所以就把很多很多比较有智慧的人就问啊，问他们啊，那是应该怎么办啊？还要不要再盖啊？因为盖了又烧，盖了又伤嘛。那么有人就说，那么应该要换地方盖，宜应宜处。所以国王就好，那就另外找地方。就是原来那个地方不断烧，不断烧掉，所以看到就找找找到啊，看这个地方有五山环绕，那么就在这里啊做宫殿，另外换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叫王舍城。好，我们先下课。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说。刚才啊，去查了一下啊，《大智度论》卷47啊，有讲到这个首论言啊，什么叫做首论言三昧？好，那看第三说，他说过去有一个国王叫名字叫婆娑，婆娑是世间的世的意思啊，那所以世亲婆娑盘斗啊，那这个婆娑是印度很常用的一个名字啊，婆娑仙人啊，婆娑天啊，就有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心厌世法啊，就是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啊，叫做婆娑，他不喜欢啊世间这样的方式啊，然后所以他就出家啊，他不喜欢过世间这种啊劳碌的生活了啊，所以他就去出家做仙人啊。啊，修行人啊，他叫做仙人。仙人在印，这是我们的翻法，就是他翻过来，有时候把修行人都翻作仙人、出家人啊。那有时候像我们会翻隐士啊，那像得道的人也叫仙人啊，这是用中国的方法啊，得道成仙。所以佛有时候叫大仙人，古佛叫古仙人。啊，那古佛的修行的方法叫做古仙人道，啊，出家做仙人。但在这里，出家做仙人并不是说他得道，不是，而是他出家做修行人的意思。啊，那做道人啊，修行人。四时居家婆罗门与诸出家仙人共浴，啊，那个时候啊，有婆罗门是在家的。婆罗门有在家有出家，啊，那出家的婆罗门一开始都是在家，然后年纪大了就去出家，啊，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成家立业完了之后，啊，年纪开始大了就去出家，那通常都是在家的多。那在家的婆罗门与一些出家的仙人，啊，就是出家的道人啊，共同在那边讨论一些事情啊，啊，讨论什么事情呢？这个居家婆罗门就说啊，那么经书云，这个经书基本上就是古代的这些经书，就是吠陀经啊，吠陀经。那吠就是这些吠陀经里面有说，天世中啊，即是那么应杀生淡漏啊。因为我们如果看阿含经里面会发现，佛陀很批评这种啊，就是说叫做邪圣大会。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啊，他说：“我不赞叹啊，这是邪圣大会啊。”这是我不赞同啊，不随喜，邪圣大会。其实就是祭祀的法会。那么这些祭祀的法会，祭祀基本上就是祭天的嘛，祭天的。像中国的话，祭天基本上就用三牲，啊，就有肉了，鱼啦，啊，或是羊啦，啊，这些就是用这一些肉啊比较好的啊来祭天。这个都是人自己想的，天根本就不吃这种东西。天人是一得一失十得十，他还要你祭祀他，啊，这人自己想的。中国也有啊，那印度的话，《吠陀经》里面。那么他一样，他祭天都是啊牛、羊，啊基本上是牛羊，还有一些动物，啊主要是牛跟羊啊，然后绑起来，啊然后有时候用他们的血，啊然后来祭祀这些天神，啊那佛陀说这个是邪圣道，因为杀生杀很多，啊系很多牛羊啊，那么来祭祀，他这里有讲到啊，因杀生啖肉。啊，这些邪圣大会，细夫牛羊悉皆伤杀，我不称赞。啊，这佛陀说这个邪圣大会，细夫牛羊，啊，我们写在这里好了。细夫牛羊，啊，把这些牛羊都绑起来，然后啊伤害他们，细夫牛羊，悉皆伤杀啊，每一只都伤害他们，
啊，我不称叹，啊，我不赞同，啊，不随喜，啊，这样的杀生的这样的祭天法、祭祀法会了，啊，那如果像我们有很多法会啊，也会有很多贡品，啊，印度也是这样啊，然后像斐传的话，因为有吃素，所以就没有。啊，那如果没有的话，他也会准备很多，要丰富嘛，要给天吃的，啊，那以前的人肉比较少吃到，所以肉是比较好的贡品，啊，就会准备很多，啊，像道教人啊杀猪公也是一样，啊，那类似像这种观念，那古代啊鱼肉都是比较好的东西，所以变成啊有三牲，好，所以叫牺牲嘛，啊，那他说。这个不应出家的仙人啊，就是出家的修道人，他就说不应在天室中啊杀生啖肉啊。那么婆罗门说应该要杀生啖肉啊，为什么？因为就是要杀生祭天呢 啊，那不应该杀生祭天啊，而吃他的肉。那么两就是居家的婆罗门跟出家的仙人。那出家的仙人通常是比较啊，比如说如果是佛陀时代就叫做沙门婆罗门啊，那个时候叫做仙人啊婆罗门。那么出家婆罗门就想啊，所以他有出家的仙人啊，那么那他基本上这里是说出家仙人跟居家婆罗门啊，然后这里又讲。诸出家婆罗门言，啊，等一下我们来看啊。他说：“持有大王出家做仙人，奴等信奉。”啊，那么诸居家婆罗门言信，啊，所以这里的出家婆罗门应该照理讲应该是啊出家仙人了啊。那么因为他基本上讲到婆罗门都是居家婆罗门嘛。啊，然后出家仙人就这两个人在论而已嘛，那忽然之间有一个出家婆罗门啊，那所以应该照理讲这个应该是，那么这些出家仙人啊，或者真的也有出家婆罗门参加一起讨论了 啊，但是如果照这样来讲，应该是这里的出家婆罗门应该是出家仙人啊，那就是这些婆罗门去出家的。啊，那所以，但是这样会让人家混在一起啊。那到底现在是婆罗门跟仙人啊？所以他变成出家婆罗门。那我们再往底下看，他说：“自持有大王啊，现在有一个国王啊，出家做仙人。那么你们相信他的话吗？”啊，那么这家家婆罗门就说相信。好，那么这些出家仙人也，我以此人为证，后日当问。那么我们就去问他，如果他说什么，那就是什么。所以照理讲啊，那么应该是这个出家婆罗门应该就是出家仙人了。好，那么我以此人为证，后日当问。或者变成这个居家的婆罗门啊有说啊，或者这个应该不是啊。因为他出家，然后居家婆罗门说信嘛，所以应该是出家仙人。好，那么诸出家仙人就也好，那么既然你相信，那我们就以这个婆罗门啊，以这个国王出家啊，然后我们去问他啊。所以这个居家婆罗门既以其夜啊，就是那一天夜晚，因为本来跟出家仙人讲好，大家去问这个婆罗门。但是这些婆罗门那一天啊，那么那一天就先去婆娑仙人的地方，就是他们本来两个人在讨论啊。现在我们就知道，一个是出家的仙人，一个是在家的婆罗门。那两个人在讨论到底祭天的时候要不要杀生，要不要杀这些牛羊啊来给天吃啊，然后。我们之后，因为其实都是人吃的嘛，哪有天吃的啊？然后出家的仙人就说不可以，不应该杀生。在家的时候，因为《吠陀经》里面有记载啊，要杀生，
要杀这些牛羊啊来祭天。那大家讨论到底应该不应该啊，然后因为没有办法取得共识嘛，也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所以啊后来就说好，那现在有一个出家的啊，有一个出家的，这个有一个国王出家啊，他很有智慧，那么我们到时候以他说的为主啊，以他说的，就是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啊。然后这个婆罗门啊，还没有约定好，婆罗门当天夜啊，就先去找这个仙人啊，叫婆娑仙人啊。所以啊，那明天嘛，就是明天要去问他嘛。可是他当天夜里就去找这个人了啊，就是说他明天去问这个人，他当天夜里这些婆罗门就先到这个婆娑仙人啊那边啊，其实他出家嘛，其实他也是出家仙人啊，先去问他啊，那么种种问你啊，那么问了之后就跟这个婆娑仙人说，其实他也是出家嘛，所以叫出家仙人嘛啊，就出家的修行人，明天啊我们会跟这一些啊，那么一样是啊这些出家的人啊修行人要论义，希望你能够帮助我啊，说可以就先去讲了 啊所以奴当助我，因为他们觉得应该要依吠陀天，吠陀天有这样说啊，吠陀经啊，应该要依吠陀经，吠陀经有这样说啊，所以啊到时候如果啊我们一群人来问的时候，你要说可以啊，要站在我这一边啊，你应该要站在我这一边，就跟他们先约定好。所以明天早上啊，那么这些出家人，这些出家的道人跟这个在家的这些居士婆罗门啊，在家的婆罗门跟出家的这一些啊，那么修行人，那么就去问这个婆娑啊，这仙人就是出家人了 啊出家做仙人，就去问这个婆娑的出家人，天世中应杀生但若否？我们在祭天中，其实我们应该要杀生，那么之后吃他的肉吗？啊，这个婆娑仙人就说：婆罗门法，依婆罗门法，啊，因为四天祭祀这个天是婆罗门啊，很重视的啊，应杀生啖肉，啊，应该要杀生啊，吃他的肉，啊，那么就是因为他说依婆罗门法，依婆罗门他的规定，其实应该要杀生，因为这个在婆罗门里面有嘛，啊，应该要杀生，啊，啖肉。那么这些仙人就问，好，我们先问，先不问婆罗门规定怎么样，问你，你认为与奴实心云何，你认为应不应该啊杀，不要管婆罗门吠陀经里面记载怎么样，依你的看法啊，你认为我们祭天应该要杀生，应该要杀生吗？然后我们杀生给天吃吗？或者我们应该要杀生吃他的肉吗？婆娑仙人就说：“为天事故，为了祭天，应该杀生吃肉。啊，那么此生在天世中死故，得生天上。”他说：“这些牛羊，因为是为了祭天而死的，所以他是为祭天而牺牲的，所以他这些牛羊虽然被杀死，因为这些仙人就认为你杀生啊。”那你为了祭天杀生，这个与理不合啊！你要不杀生，你才能升天啊！那你现在杀生，你哪里能够祭天啊？所以他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杀生是不对的。但是这个婆娑仙人，因为他已经站在那个婆罗门那一边了嘛，啊，他就说这些牛羊，因为祭天而死，所以他以后死了之后，这些牛羊。祭天的这些牛羊死后会升天啊，那么这些出家仙人就说：“奴大不是，你这样完全没道理，你大妄语，你明明知道不可以，不应该，但是你现在却说可以啊。”那么就唾之言，就很唾弃他说：“好，那你是有罪的人，你这个是不好的，你应该啊，你走吧啊。”这个时候。啊，那么婆娑仙人就陷入地默怀，啊，
就他这样讲的时候，因为这些仙人都是修道人啊，那么他就陷入这个地脚踝啊，陷入地里面，四时初开大罪门啊，就地狱门呢 啊就开了，他陷入脚踝刚陷入而已啊。那么这个出家仙人又说，你应该要死矣，可见这些出家仙人很有力量，那修道修道有一些力量啊。他就说你应该诚实矣啊，那么你如果故妄语，你的身啊要陷入地中啊，那这个地中其实就是后来深深陷入地狱，也是类似像这样的啊啊，就入地狱了啊。所以他就跟他讲，你应该要讲诚实语，你不应该讲妄语啊。那底下他有注，底下他那个生持中因杀生的段落啊，他有讲到引到啊，这个蓝墨特啊，我们看一下好了，看一下注解啊。他说这是婆罗门的论证啊，我们可以因为祭祀而宰杀生物，因为作为牺牲的动物可以转生天上。那么摩登伽经也有讲到这样啊，他有反论，他说你们婆罗门啊喜欢吃动物的肉，性是美味嘛啊，动物的肉好吃嘛，猪肉啦、羊肉啦、啊、牛肉啦啊这些，而做誓言啊，若持誓者啊，羊咒；若持誓者羊咒羊杀之啊，如果以羊来祭祀啊，那么就把羊杀了啊，羊必升天。咒就是说啊，然后就是说啊，你未来可以升天，就把它杀了啊。那么若使咒之变升天的，就是念一个咒啊，然后天人的，然后你杀了羊，然后羊可以升天啊。那奴今何不自咒生，杀以持誓求升天的？那你婆罗门不就是要升天的吗？那你也念个咒把自己杀了，你不是也可以升天吗？啊，那你为什么不杀你父母？你也希望你父母升天啊？啊，那你的这些好朋友啊，你的妻子儿女眷属，你也不是希望他们升天嘛？修那么多不是就是要升天的嘛？啊，你修那么多婆罗门法念咒啊，那么供养礼拜，你不就是为了要升天吗？好，那你现在念一个咒，然后把他杀了就可以升天，因为他祭祀这些天，然后你念这个咒怨他嘛，啊，那他未来可以升天。那么，那你为什么不杀你的父母、妻子、儿女？为什么？你也希望他们升天啊？那你自己也希望升天啊？你怎么不念个咒把自己杀了？哈，啊，就是来说他。那我记得以前有一些吃肉的也会这样说啊，他为了帮助那些修行人吃肉，所以啊，他有功德，他死后可以升天啊。那你这样，那你为什么？那你这么慈悲心，我是为了慈悲心要让他升天，我吃他的。那你怎么不吃那些老鼠、蟑螂啊？他们也很可怜啊。啊，那大便虫也很可怜啊，那个蛆也很可怜啊，那个不好吃的你都不吃啊，那些好吃的你要吃，那你才说吃了他们帮助你修行，因为他你吃他嘛，那你有修行嘛，你功德回向给他，这就可以升天嘛。那老鼠蟑螂你怎么不吃？那你那些不好吃的你都不吃啊，那些有毒的你都不吃啊，那所以他就是反驳他了。那我们现在有一些人也是这样啊，就是比较愚痴啊，啊，就认为哦，我念念他就可以升天啊，我吃了他，那么他帮助我修行，他可以升天，哪里可以是这样啊？所以这里也有啊，《摩登伽经》里面有这样的啊，他这个引这个出处了。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他意思就是说，那你为了好处。啊，为了婆罗门的好处啊，可能之前有说你应该帮我，我可以供养你什么什么什么啊，类似像这样，所以他就说啊，那应该，因为他们两个说好，那可不可以啊？当时那个国王啊，国王出家的这个也是仙人啊，啊，那么出家仙人一般都认为不应该要杀生，但是他却站在婆罗门说可以杀生，而且为了祭天。那杀生并没有罪，然后被杀的动物也可以啊，也可以升天啊，就他就这样讲。好，那么所以啊，他就说啊，那么你应该诚实啊，如果你还妄语，那么你可能啊会陷入这个地狱中啊。
那么婆娑仙人又说啊，那么我知为天故杀羊，但若无罪。那么他在这样讲啊，那么所以他就又开始往下陷啊，陆地到膝盖，如是渐渐烧没之药，又一直往下陷，往下陷，那么一直到这个井啊，就是已经剩下一个头而已了，剩下一个头在地上而已。这个仙人就说：“奴今妄语得现世报，更以时语者，虽入地下，我能出奴，令得免罪。”好，那么你如果现在还最后一个机会，啊、你要诚实语啊，你不可以故妄语啊，那讲这种啊，讲这一种啊，那么错误的话啊，那么因为如果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家都以他为主。那么如果他说可以，以后就都可以了，所有的牛羊啊都可以不用被杀，就是说他说不可以，所有的牛羊都因为以他为主嘛，所以婆罗门就不再以牛羊来祭祀。他说可以，以后就遵照他说的，因为大家说好了嘛啊，那么以后就会杀很多牛羊，都是因为他说可不可以。所以以后的牛羊会不会被杀，跟他现在讲能不能杀，其实是有很有大的关系的，啊，所以这些出家仙人就跟他讲，你应该说诚实语，啊，那所以啊，如假设你现在诚实语的话，虽然你已经快入地狱了，我还能够啊让你出来啊，让你可以免罪。这个时候，婆娑仙人心里面就这么想。我是一个贵重的人，因为他国王出家的嘛，啊，受人尊敬的人，不应该两种语。他不是讲说不应该诚实，而是说不应该两种语。我已经这样讲了，我不能再反悔，说不是这样啊，因为我前面讲是这样，后面讲不是这样，那反而被别人看不起啊。所以婆罗门，而且他心里面这样，婆罗门的四韦陀法，韦陀就是吠陀了，四吠陀法。啊，就婆罗门的经典底下有注解啊，离趣吠陀、娑摩吠陀、夜罗吠陀跟阿大婆吠陀，它里面有记载种种因缘战胜啊这个四天法啊，就祭祀这个天，战胜这个法位了啊，而且这种法位都是用杀牛杀羊啊来祭祀这个天的啊。那我们想一下，天人福报比我们大，他哪有可能吃我们的东西啊？不食人间烟火了啊，那。但是我们的人，我们就觉得我们都是想当然的了啊，就是杀这些给天吃啊，然后甚至祭祀这些鬼神，鬼神吃的跟我们也不一样啊，那么给鬼吃啊，那就像这样。好，那他说啊，那么婆罗门四吠陀中种种因缘战胜啊，杀牛杀羊祭天啊，得到什么福报？得到什么福报？我一人死，当何足惧？就算我一个人因为这样死，那么又算得了什么呢？啊，一心眼因天事中杀生，但若无罪。啊，就是你在祭天中杀生吃肉，这个是没有罪的。啊，诸出家仙人也，奴重罪人，你真的是一个啊，那么罪恶很重的人。你快去吧，我不希望再看到你了啊！于是举身没地中啊，就整个身都陷入地底下了。那意思就是他深深入地狱了啊，跟提婆达多深深入地狱也一样。不过提婆达多是不是真的整个身体都入地狱啊，被火燃烧？其实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样？因为有一种传说是提婆达多就生了重病，然后像火在烧，然后就变成把它深深入地啊，就好像这个整个没入地，这个应该也是，因为就是地变成地陷下去了啊，那有这样的一个，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形容词了啊，应该一个形容啊。好，那举身没地中啊，就陷入地底下去了啊，就深深入地狱了。从事以来乃至今日，常用婆娑仙人王法啊，就是这个婆娑仙人是一个国王去出家做仙人的啊，那所以就是婆娑仙人王法于天世中杀羊
啊，所以因为大家在讲可不可以杀嘛，所以他说可以，所以大家就都用牛羊来祭天了嘛，啊，但是啊，因为这个是婆娑仙人，啊，他说可以的，所以在天启中杀羊，啊，杀牛啊，杀猪杀什么的时候，下刀的时候就会讲婆娑杀奴。这个不是我要杀的哦，这个婆娑说可以杀的哦，啊，所以如果你要报仇，要讨债啊，你要去找他，啊，说婆娑杀奴不是我杀你的，是婆娑说要杀的，所以我才杀的，啊，你看，那我们后来的人有时候也会类似像这样，就说啊，人不吃我不买，所以你要向杀的人去讨债，那买的人就说人不杀我不买。啊，所以你要向杀的人去讨债，有些人会这样啊，就是念这个了啊。所以那个祭天的人杀牛羊，他也觉得啊，这个不是我要杀的，这个是婆娑说可以杀的。假设有罪，你要向婆娑去要罪啊，你不要罪在这里啊，并且也是类似像这样啊，这忍着鱼吃，杀的人其实是罪比较重啊。那么，那你要吃叫人家杀。那么你也有，啊，你就是杀，基本上有三个嘛，自杀自己杀，叫他杀，见做学习，自作叫他做，见做学习，这三方面基本上多少都自杀自己杀罪比较重，叫他杀也有啊，那他没有杀你叫他杀，那么也是一样，那么见做学习，看到人家杀喜欢喜心，那也有几分的罪。啊，其实是这样的，那么身口意的杀业啊都有了，其实都有。好，所以啊，他在杀的时候就有咒，就是这样子，是婆娑杀你，是婆娑杀你的，跟我没关系的啊，是婆娑说可以杀的。好，婆娑之主啊，现在就接着来讲。啊，你看这个王舍城都可以收到这边来啊，也真的是，啊，他说婆娑的有一个儿子，啊，就国王底下，国王就出家了嘛，啊，他的儿子就接着做国王啊，啊，那么叫做广车，啊，侍卫为王，后裔厌世法，后来也对接着这个世间就这样，世间的这个荣华富贵啦，世间的这样的生活，啊，他也厌离了啦，厌离世间这样的。一个啊，就是啊，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法，而父不能出家，但是他又不能出家，不敢出家，他不想在家这样过日子，但是他又不敢出家去修行，为什么呢？啊，你看他现在在想，我的父亲出家，却堕入地狱中。因为出家最后我的父亲也是跟我一样啊，那么他厌倦了这种在家的生活，但是他出家了，出家却堕入到地狱里面啊。那么如果我在家做国王治理天下，那么治理天下为什么有罪的人他也要把他关起来啊，那么杀罪的人要杀他啊，然后偷盗的人要砍手啊，反正类似像这样啊，他也是伤害众生啊。他在出家啊，他我的父亲也出家啊，那也啊也堕入地狱，那我如果在家又要造罪啊，那到底怎么办才好？所以就是若治天下，复作大罪。为什么啊？因为要关人啊，要杀人啊，啊，国王要治理天下，当然啊有一些造恶的人啊怎么样呢 啊那也要也会做很多罪，然后在五欲里面呢 啊起伏很多烦恼，造很多罪。但是出了家啊，我父亲也出了家，但是又堕地狱，那在家又要造罪，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今当何以自处？那我现在都不晓得要怎么办啊。这个以前哦，东汉有一个非常有正义的人叫范滂啊。这个范滂因为他在东汉末年嘛啊，那东汉末年那个宦官作乱啊，那么他后来啊，因为党锢之祸，然后就三十几岁就被杀死了。他又被行刑杀死之前，他就跟他的儿子讲，啊，他就跟他的儿子说，啊，说，
我要叫你做恶事呢，这恶事不可以做。他是一个很正义的人啊，刚正不阿的人啊，那也是因为这样才得罪很多人嘛啊。然后他就说，他要死之前，要被杀头之前啊，行刑之前，然后三十几岁，啊，然后就跟这个他的儿子说，我要想让你做坏事，你但是坏事是不可以做的，欲使奴为恶，则恶不可做，不可恶不可为了，啊，使奴为善，则我不为善，啊，这我不为恶了，使奴为善，则我不为恶。欲使奴为恶，则恶不可为。就是说，我想让你做坏事，但是坏事是不能做的。但是我如果我要想你做善事，可是我也没有做坏事啊，我都做善事啊，但是我却落了这个下场，啊，不得善报啊！叫你做善事，你也不得善报；叫你做恶事，那肯定要受恶报啊！肯定恶是不能做的啊！但是要叫你做善事呢，我一生都在做善事啊。我没有做恶事啊，可是我也不得善报，所以啊，那么意思就是说，我现在都不晓得要叫你做善事要做恶事啊，恶事是不能做的，但是要叫你应该要做善事，我一生都在做善事，但是却落了这个下场啊，所以类似像这个国王也一样，我要在家呢，在家就做这一些，国王要治理天下，那么一定会有很多的过失啊，在世间里面要啊，那么都不是，一定会造很多罪。那我要出家呢？出家像我爸爸出家，那也堕入地狱。那我现在都不晓得要怎么办才好啊，两难啊。这样想的时候，空中就出现有一个空中有一个声音跟他讲啊。那么这个印度人也常常有啊，你像那《般若经》里面常提菩萨啊，都不晓得要去听法啊，空中就有声音跟他也讲。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很常见，啊，有时候是佛的声音，有时候是天人的声音，有时候是什么声音，啊，就很常印度的经典里面很常有这种，啊，他这样想的时候，空中就有声音跟他说：“奴若行见，男子稀有处，奴应侍中作守住。”啊，意思就是，你如果出去外面见到很难得有的男子稀有。啊，就是很难看到很难有的这个地方，那么你应该在那里啊，住在那里啊，因为他也不晓得是不是继续做国王啊，继续做国王呢他又不愿意，因为他觉得会造很多罪啊，那么如果不做国王去出家呢，然后他又觉得出家不行，为什么出了家像我爸爸这样会堕地狱，那其实他爸爸堕地狱并不是因为出家，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啊，打妄语，而且让很多牛羊因为他这一句话，后来就什么？后来都丧命啊！其实他爸爸堕地狱并不是因为他出家的，但是他就认为我爸爸出了家啊，结果堕地狱了啊，在家啊又要造很多罪啊，那所以他也不知道我到现在该怎么办才好。结果天上有声音就跟他讲啊，你如果出去外面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地方啊非常的不一样，那么你就去那里住啊，就是你离开那个地现在的国王的地方，然后去那里住啊，这样就好了。所以只是听到这句话啊，那就没有了，便不复闻声。未经几时啊，没有多久，就国王出去打猎啊，你看国王常常要去打猎，打猎其实也杀生啊，那么见有一路，看到有一头鹿走疾如风啊，就疾走如风了，就走得很快，就像风一样啊，非常的快。王便逐之，打猎就是这样嘛啊。那么，因为他们常常要训练打猎，一个当然不是为了吃他的肉，而是啊，因为以后打仗啊训练的啊。那当然有些也是好玩的 啊。那么而不可及啊，怎么追都追不到，睡足不止。啊，那么后来啊，就是怎么追都追不到他了啊，那没有办法追得上他，百官侍从啊，那么无人及者啊，那所以啊，那没有人能够追得到他，转前见武山啊，因为你跑他跑得比你快啊，所以
岁卒不止，百官侍从无能及者，啊，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追得到他。那么追啊追啊，看到前面有五座山，周遭峻固，其地平整。这五座山环绕中间有一个平原啊，平地，深草细软，好花遍地，种种林木，花果茂盛，温泉良池，皆悉清净。啊，就形容啊这个地方啊啊非常的殊胜啊啊，又有温泉，又有良池啊，那么树木又茂盛，因为印度很热嘛啊，那长得这个花果啊都很好，其地庄严，处处有善天花天香，闻天祭业，而且还有天花天香，很多天人聚集啊。这时候钱达婆即示见王来，各自还去啊。这些天花天香气就是啊，天人在那边啊，天人在那边玩乐了啊。那形容这个地方哦，非常的殊胜啊。那钱达婆即，钱达婆即其实就是钱达婆是天人的月神啊，月神啊，所以叫钱达婆嘛啊。那他是有时候叫月神，有时候叫十香神，天龙八部里面的一个钱达婆。那他是天，就是刀立天，那些天人很多聚会啊，他是负责音乐的、奏乐的啊。然后跟紧那罗，钱达婆跟紧那罗两个都是侍奉这些天神的啊，这一些种之一了啊。那他主要是负责弹奏音乐，很会弹奏音乐嘛，唱歌跳舞的啦，唱歌跳舞啊，给这些天地或是啊这些天人。好，那所以他说钱达婆祭是祭业啦，其实就是负责祭业的钱达婆神啦 啊。那么看见国王来啊，就怎么样，大家都散了，因为他看到哦，有很多天花天香了 啊天祭业啊，就梵音缭绕这样了。好，那么都散去了，四处稀有，未曾所见。这个地方是真正的是没有看见过有这么样稀有难得的地方啊！我正当在寺中坐舍住，因为天人之前他在想说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如果你出外的时候看见有这么一个地方，非常难得、很稀有的地方。那么你应该在这里住啊，做盖宫殿住了。然后他打猎就看到这个地方啊，他马上就想到啊，那个耳边的声音告诉他的。所以这样想之后，群臣百官寻机而到，就是他追那个路，追到这里，看到这里，那后面的百官也跟着追到这里。一开始只是他在追而已啊，他看到这个地方，后来百官也跟着他到了这里。王就告诸臣：我前所闻空中深远，之前啊空中有声这样跟我讲，你出外行，就是你出外的时候，如果看见有一个稀有难得的处，你应该在这里，就住在这里。我今见此稀有之处，我应寺中坐舍住。所以他就迁都，既舍本城啊，于此山中住，就来这里盖房子了啊，所以叫做王舍城。是这个摩羯陀国王初始在寺中住，从事以后次第止住。是王缘起，缘就是最先最初啊，那么最初在这里造舍公舍，所以叫做王舍城啊。啊，略说王舍城，这个还略说有啊。王舍城本起啊，就是最初的缘起了 啊。那么讲完了啊，在这里啊，这个王舍城也解说的啊，当然可能还有很多种说法啊。那他大概讲一下啊，为什么叫王舍城啊，你就知道说哦，这个为什么讲的那么详细，连为什么叫王舍城都要问，都要解释到那么多。啊，连那个住都要解释那么多，啊，如是我闻啊，也解释很多啊。你看这样就讲两卷了，
这个是第三卷啊，第三卷。好，那么开始解释起舍觉三种啊，就住王舍城起舍觉三种。王舍城很大啊，这个城市很大，佛在王舍城的起舍觉三种啊。啊，因为这《般若经》是在这里讲的嘛，好，那么开始解释起舍觉三种。起舍名究，觉名陀啊，就名究，究究的陀啊，究是一种音列，究是一种音列，比如说秃鹰叫秃鸠啊，闷禽啊，那么像那个老鹰的陀啊，那所以他讲。何故名鸠陀山？所以起舍觉，起舍是鸠，觉是陀，叫做鸠陀，啊，意思是鸠陀。那么名起舍觉山就是叫做鸠陀山。那我们翻得好听一点，叫做灵鸠山，啊，那其实它正确的意思是鸠陀山，因为它那个山有一点像老鹰的陀啊，那所以叫做鸠陀山。那我们翻好听叫做灵鸠山。好，那为什么叫做鸠陀山呢？啊，他也用了啊，那么两种说法：山顶是鸠，王舍城人见其是鸠故，共传言鸠陀山，因名之为鸠陀山。啊，那很多地名都是用它的形状来取的。这是就取那个地名，其实有很多种说法啊，但是有时候都是用那个形状来讲的。好，你比如说啊，台湾为什么叫台湾啊？就有很多种啊，至少我看可以举出五六种说法来啊。那么一样啊，那第一个就是从它的形状说，第二个不是从形状啊，那么是从它的内涵来讲。他说：“王舍城南狮驼岭中，狮驼岭就是森林里面放尸体的地方。我们说印度人的习惯，人死了两种，一种叫做天葬，天葬就是放到森林里面，让它自己腐烂掉，啊，很多动物会来吃；一种叫做火葬，用火把它烧，烧完了之后捡它的那个，捡它的那个骨灰啊，然后你放到森林里面，完了之后，等到它烂掉了。”然后再把他的骨灰捡起来啊，有的也没有捡，就这样放着。他说：“狮驼岭中多知死人，啊，就放尸体的那个森林里面叫做狮驼岭，有点像我们的墓地了，只是我们把它用我们把它埋在地下而已啊，用棺材啊把它埋在地下。那他没有，就放在森林里面啊，多知死人，诸鸠常来啖之，啊，还在山头。”啊，就是这个地方是一座山，啊，那么这个山里面，啊，有放很多尸体，啊，那么叫做狮驼岭，然后这些鸠啊，像秃鹰就专门吃那个腐肉，啊，有一种鹰是专门吃腐肉的，那一般的鹰不会吃腐肉，它会去抓那个活的，啊，但是有一些就吃腐肉，啊，那所以常常来吃。啊，然后吃完了啊，就住在这个山啊山头，所以这个人啊，当时的人，死人就是当时的人，就把这个山，因为这个山有很多很多鸠啊，就秃鹰，很多鸠都住在这个山头上。那为什么很多鸠住在这个山头上呢？因为那个底下那个森林里面有很多人死了啊，就把很多的人死了都放在这个森林里面。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鸠陀山，四山与五山中最高大，啊，因为它是五个山环绕，那所有的这五个山里面，这个鸠陀山最高最大，啊，多好临水，圣人住处，啊，所以叫做，因为这样叫做鸠陀山。好，那为什么佛？以什么因缘住在王舍城，以及多住在舍婆提？啊，那就是佛基本上住最多的、最久的，基本上是舍卫城。
守卫城根据记载大概有二十几年都住在守卫城啊，然后之后就王舍城啊，这两个地方是最多的啦，加起来应该就将近佛成道到涅槃有四十九年，有些说四十五年啊。那四十五年里面啊，如果三十五岁成佛的话，到八十岁有四十五年啊。那四十五年里面基本上有二十几年都住在舍卫城啊，住在舍卫城。那舍卫城，舍卫城还有几个地方啊？那奇远金色是最常住的，还有东元金色啊，还有其他的地方啊。但是这两个地方是比较长，舍卫城是最长的。王舍城跟舍卫城加起来基本上就三十几年了，就三十几年啊。好，他说舍婆提就是舍卫城了。那么已知其舍觉三义啊，已经知道为什么叫做鸠陀山了、啊，其舍觉山的意思啊意义。那么佛何以故住王舍城？那么佛为什么要住在王舍城呢？啊，那么诸佛法，诸佛之法啊，就是所有的佛啊，它都是这样的啊，叫做佛法啊。啊，有些声闻法、佛法、人法啊，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啊。诸佛之法啊，就诸佛都是普持一切的啊，如日照万物，无不门明啊，就好像太阳啊，照亮一切万物，没有不受到太阳啊的光明的照耀的。他的意思就是啊，佛是普照一切众生的，利益一切众生的，他不会说特别要利益王舍城的人，或特别要利益舍卫城的人。就好像太阳出来照明一切万物，他没有特别要照明哪一个地方，就是他要普照万物的。啊，他说那佛那么慈悲，大慈大悲，为什么特别独厚王舍城跟舍卫城？啊，他的意思在说这里。他说如啊，底下有讲到十六。有讲到几个大臣的名字，那这个印顺导师在《大智度论》之作者啊，那么的翻译，《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啊，说在这个《永光集》里面，里面有提到啊，也有提到这里啊，他说如阿奇尼大臣，这个是优禅尼，在西南印度，我们把这个写一下。啊，第一个，阿禅尼，啊，这是印顺导师的研究了哈，阿禅尼，阿奇尼，啊，阿奇尼，阿奇尼就是啊，后来说的优禅尼，这个是在西南印度，是在西边。西南印度，南印度的西边啊。然后第二个是芬那婆陀那，富罗那跋坦，富罗那跋坦，这个是所谓的芬那婆陀那。芬那婆陀婆陀那，芬那婆啊，就是一般说的芬那婆陀那，印度的啊，这个是在东印度，这个是在南印度，这个在东印度，那西南印度了，西南印度这个是东印度。啊，第三个阿兰基多罗。这车多罗而居了啊，阿兰居多罗车啊，那么掐了啊，那么这个是在恒河上流，他说这个在恒河上流。第四个。这个是我们都比较没看到，只有优禅尼比较常见，
弗迦罗婆多，弗迦罗婆多。罗婆多，弗迦罗婆多，这个是在北印度弗迦罗城啊，它是犍陀罗国，这个是在北印度。他说是北印大洛之王的王都弗迦罗城。北印度啊，他曾经是大洛之王的王都，大洛之王啊，贵霜王朝啊，大洛之王啊，王都，曾经是不知道是王都。他说现在在大概在白夏瓦城附近东北，他在是属于犍陀罗国啊，在。白夏瓦啊，就是大概阿富汗那边啊，白夏瓦城。好，那这里有几个啊，卢氏等大臣多人风热啊，所以他这里是包含印度很多地方了啊。那、啊、他说人很多，而且丰衣足食，那么为什么不去那边住？哎，有那么多大臣。为什么都住在王舍城？啊，舍婆提大臣，啊，底下意思就是说，那边还有很多大臣，佛不住，佛都住在哪里呢？王舍城、舍婆提大臣，啊，这个是舍卫城，啊，然后波罗奈、迦毗罗婆、占波、婆次多、居善毗，啊，居善毗就是居善弥，啊，那么鸠罗城等。虽有住食而多住王舍城舍婆提。那么这里意思啊，这里有一点点啊，我们看起来会有一点点接不上来。意思就是说，那么多城，那么第一个，这一些是佛没有去住的啊，上面解的那个就是佛比较没有去住的。那下面何故多住，就是下面这一些。多住在这里，王舍城、舍卫城、波罗奈、迦毗罗卫、占波城啊、沙池城啊，这婆次多、沙池多了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那么居善弥、鸠罗城啊，这多住在这一些，而且这一些城里面，就是上面那一些是佛没有去住的啊，那么下面这一些是佛有住的，那么。佛有住的这些城里面，多住在啊，王舍城跟舍卫城，啊，其实是这样。好，因为时间到啊，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次再仔细来讲啊。就是说，这里的八大城里面多住，就是说佛基本上多住在这八大城，八大城里面常住在王舍城跟舍卫城，少在其他的城，啊，为什么？啊，其实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